目标很明确，可以。对，目标很明确，可是太想要了，知道吗？我怕太想要，太想要了，打自己一巴掌就会这样子。刚刚打自己一巴掌，纯纯的希望在我手上。你知道抽这个他就废票了。在九年的人，应该看出来同一天吧？看得出来吧？这是一个番外，不是这不是番外，这个是杨颖讲说。我之前看到的时候，我想到是这个 A G 跟 D。它那个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它手可以伸进去玩。你喜欢玩这个哦？对。然后这个这个我记得看到是它是很大的，穿金整身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抽到了，这样会是阿哥。它是全身的哦。现在就会是阿哥在他车上抱的。可是我比较喜欢金龙狮哎。而且它背后，我跟你讲，它背后长出来，它背后是有翅膀的。它披风吧？对啊对啊对啊。披风它披风。它这个做很好。可是这套比较可惜的是它的 B 龙龙卷模型没了。我不想要龙卷。啊，我想要龙卷。我想要这样的。然后是有这个，但是有杰洛斯，这样就够。然后所以我要 A 跟 B， 为什么这样？我目标很明确，可以。对，目标很明确。哎，那你们两个往哪买吗？我本不是第一。他立旗耶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次来，然后就立旗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住在台北，我可以停到车位。路边停车都停得到。他自己讲的。啊，从昨天讲了就没有停到。再也没有看过停车位了，连收费都没看到。H 毛巾一个，你 A 太久，快一点好不好？毛巾一个，毛巾是长的。是吗？对，各角色你看长啊。挖龙卷，挖杰诺斯，挖龙卷。哎、啊，你不做，你不喜欢龙卷？我不喜欢他这个龙卷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、啊。你觉得他歪歪是不是？对。H。啊！怎么了？你一抽 A， 一拳超冷。这一对夫妻太可怕了。一抽，你一拳。一抽超冷。抽，你一抽一抽超冷。乱讲！你抽的，你在抽的，英文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太难了。乱讲哎！他有没有发现呢？现在要拼 D， 对，拼 D， 因为 D 吃了剩一个杰诺斯，他其实很难的，他只有一张哎哎哎！谁啊？飞电、吊饰、飞电跟吊饰，现在吊饰都会跟飞电结合。立牌，亚克力立牌。哦。我太想要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，太想要了。直接打你自己一巴掌。他太想要，他不能抽了。直接打你自己一巴掌。我太想要，他太想要了。直接打你自己一巴掌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打自己一巴掌。太想要了，我不喜欢太想要了。H 毛巾，纯纯的希望在我手上。欸、你知道抽这个他就废票了。对，我只要抽到杰诺斯这套就废了。没有啊，他吓我一跳。一很前面，一很前面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我要抽有用，我现在有，我感应到有杰诺斯就在这里，杰诺斯是我老公。我们去看他小声。哎、欸，可是很抽哎、欸，你看有一个眼神。哎、欸，你感应到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有一个人的眼神。拿去，一张而已。好，先，来抽一张，抽一张，抽一张。你刚才刚，他感应到了，一张，一张而已。看一下，鸡哇，谢谢。长毛巾我喜欢，它是长毛巾，长毛巾，它的那个动态感的那个都好，画的还不错，可以哦。史上最强男的，他谁啊？那个。哦。哎，左一克，龙卷，啊，龙卷哥还不错哎，龙卷可以，龙卷哥还不错，为什么？哇，因为他狗那样，他狗会我之前想要找毛巾找不到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全部都寄来我们家，对啊，都是全部给我。我们有一天打开包裹，里面充满了毛巾，不是因为那个要防震啊，联络簿上面写要带毛巾，我带口水巾也带过去。这是中二病必须要有的配备之一。好，来看看，现在是这个现在会有的杯垫，然后它都会上面有一个可以挂着当吊饰，而且它是有经典台词的哦。如果有英雄都逃跑的话，谁要来战斗？英雄逃跑吗？英雄都逃跑的话，谁要来战斗？啊！然后它是随机的。哦。
OK。没有龙卷就是失败，这个不用猜。没有龙卷。他有那个他妹妹春雪，对，立牌。他这立牌就像战斗一样的，他就像他的是这个。哦。就是攻击状态啊，然后龙卷就是有石头在旁边飞起来，然后就是咚咚咚咚咚，他有点做类似他们好像3D 立体咚咚咚起来这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，下一个咚咚。好，接下来是 F 杯子玻璃杯，玻璃杯就不特别开了。然后他角色是杰诺斯。你们是都不想开，你们想看 A 赏对不对？这一套就是陆版一番赏跟日版一番赏的配置蛮像。啊，对对对啊，他是鹿版的啊。哦，不是，因为像刚上次那个太古达人是啊，他这就是比较正传对传统日式日版一番赏的配置。有找到他吗？有他什么？他不是等比例吗？等比例啊。那奇遇也是蛮矮的，几公分？我170，差不多170。你屁！我看比例他头大。哪有？他怎么出来？他想跟你牵牵，他就是藏不住他自己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他太想挑衅，他的披风是可以。好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对啊，拿出来啦。这种披风，然后看，大概是这种大衣，这种大衣，很大。我跟你讲，他披风可以拿下，因为他有时候是没有装披风的状态下，他这个也拆下来。用心哦，不要披风，要披风，要披风。超人是不可以有披风，不要披风。再来，还有一个细节，它有后脑勺。对，它有后脑勺，它的背部都做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知道娃娃做到背部就是有点困难，你知道有些人不会这么用心。那马里奥没有后面，对，平板的，对不对？小黑，小黑，可以啦。我觉得以有趣性来讲，哎，它比他高。来，看一下。他是你的朋友，他叫奇遇老师。他是第一。不是啊。他长得好看吗？他把他抱走了。好的，这个先冲的一群超人，这是两次一般超那么厉害，我很满意。弯抽超人，弯抽超人，弯抽到这，弯抽。出来的时候想说这应该送我吧，送观众的，就是那个九尾花，它是玫瑰花，它是插在花里面的，它是一束花啊。对，那家里永生花，不是，它不是永生花，家里买永生花那个风水可能会被影响，要真花对不对？要真花。好，那我们就留言就称赞希望新真，爸爸，谢谢，这样子，谢谢。好的，影片到这边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